给你的丸药每3个月会送一次，我先走了。陪我一起吃个饭。有两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说。第一件事情，为你做丸药我现在还能做，可日后我成婚以后我就不会再帮你做丸药了。第二件事呢？我想解掉你我之间的蛊，这个蛊总是给你惹麻烦，上一次你已经厌烦了，不如等你有空时我们去百丽一起把这个蛊解掉。你放心，蛊解掉以后以前我承诺你的事情依旧有效。好啊，等我有空时。给你的丸药每3个月会送一次，我先走了。陪我一起吃个饭。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对于某人决定的事情，你最好不要拒绝。可你现在是防风被。那你刚才说的那番话是对谁说的？好吧，相柳将军。这是什么肉啊？这么香。驴肉。大荒内他做的驴肉若敢排第二，就无人敢排第一了。稀罕呐，几百年了，第一次看你带朋友来，还是女娃子。特意为你做的，尝尝。谢谢。前阵子又有两个兄弟走了，当年跟着吃跟在大将军身边的几个旧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人固有一死，或早或晚而已。你说的对，说不定哪一日就轮到你我了。如今的中原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原了，你自己小心点。你是在担心我的安全吗？想什么呢？我只是随意提醒你一句而已。我看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。我自己？我怎么了？我好得很啊。是，你就是过得非常非常好。所以才会独自一人跑到赌场来赌钱。